俊飛揚同埋臨尾大幅落飛14號碼嘅至愛，睇下佢打成點，交俾集前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8場賽事3班1200嘅短途賽，準備13大熱。黃旗舉起，有啲雨憤啊！呢一場好一開閘嘅時候，前面有隻馬大路閘啊，老實人啊，一拍即。当团结精神啊！咁中间位置咧，仲有呢只首饰大胜啦，红衫咧就全胜啦，呢四马比较快啲嘅。第五位就奇妙星啊，咁啊紫色衫、黄色帽、黄色袖啊。再后多场嘅马啦，外边绿衫就喜悦天空啦，后多少啦，咁啊内栏位置玩具达人啦，咁啊红衫就挚爱啦，红眼罩、黄衫大约尾六到啦就恒星梦啊。后边嗰几只马啦，老实人内栏进占尾五啊，中间咧就朝五万九出边运来福星啊，包尾嘅一对马骏飞扬入边啦，紫色眼罩出边咧就落盈盈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带头系团结精神啊，全胜就跟住佢啦，一拍即合内栏第三啦，中档位置有首饰大胜啦，咁啊攞出嚟外边嘅马咧有恒星梦、红眼罩，外边亦都追紧噶啦，再喺马林中间入边博位仲有奇妙星啊，后啲先见到啊挚爱啊，同埋出边咧就运来福星嗰啲马兜到嚟追佢200零米，透出仲系团结精神啊，中间全胜第二位恒星梦追紧上嚟，入边仲有一拍即合啊，最后100米到团结精神仲有一个马位嘅优势，都好有机会。到噶啦，跑第二名嘅马咧系嗰只全城啊，第三名一拍即合，同埋呢只恒星梦咧需要影相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都系摆咗喺前面走咧，就一放到底啊。呢只团结精神全城都系跟足佢啦，大家都三班系赢个马，有个表现噶啦。咁啊，而一拍即合应该大只啲，有机会影相影赢嗰只恒星梦，不过近要影啊。三号团结精神啊，彭国年一放到底啊，最后咧18倍啊，跑第二名咧就系4号全胜啦，时恩第三名，又一拍即合潘顿第四名啊，13号嘅恒星梦啊，莫雷拉，即系挚爱都就嚟追争少少追到啊，刘多飞啊咩啊，哇，嘭一声飞埋嚟喎呢只团结精神啊！三号、四号、一号、13号啊，时间就1分10秒03嘅。开闸成日啲雨啊，即刻啊！好啦，有预计派彩啦，一齐睇下啦。跑第一名就系三号嘅团结精神啦，独人派188.5，位置派42.5。跑第二名咧，四号嘅全胜，位置派22.5。跑第三名咧就一号嘅一拍即合，位置派16蚊。连人位3搭4，派636蚊。三重彩，三号、四号、一号顺序派5170蚊。单 T 咧就派615蚊，位置 Q 3搭4，派158蚊。一搭三派113.5，一搭四派45.5。跑第四名是13号的恒星梦嘅。好，睇翻一拍即合啊，再攞翻第三都问啊。转弯移出嚟嗰一度个势几好啊，但系骑落又唔算太好。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系 A3 啊，其他冷门嘅派43.5。現場嘅雨勢都越落越大啊！橫風橫雨咁啊！係啊！
步速就相當之慢啊！咁啊，一間巡邏影片啊 ，Peter 都可以同大家講下。咁啊，結果佢好順利，自己放咗頭啊，只只都唔同佢爭嗰個放頭位。嗱，啲好慢，行星夢嗰啲組段好立添啊！係咯，所以結果頭三名嘅馬就翻曬嚟啦，包辦三重彩。追最多就係嗰只行星夢噶啦，其實，但係佢就收復唔到個慢步速。咁啊，另外嗰只至愛都係又係蝕咗啲形勢，佢都撲近嘅。好，彭國年，好嘢喎、哦，贏翻只。哇！啲馬主全部姓彭喎、哦。係喎、哦。咁啱先。好似一家人嚟嘅。都是一些好跑形勢的馬啦。等先，咦，連馬師又不見了。看四年環宇的派彩啦，一號、三號、四號、十三號派266元。四重彩預計派彩三號、四號、一號、十三號順序咧就派10,350元。擁有彭國年去影相。好，翻嚟復榜啦。嗯。臨尾落飛一對馬全勝啦，同埋至愛，咁啊都近嘅。好，翻嚟復榜見到彭國年啦，旁邊就蘇慧賢嘅副練馬師黃志雄啊。好，巡邏影片睇翻啦噃，起步行星夢先八檔，哦，起步有騎喎，莫雷拉執咗幾步只馬唔夠快喎，咁啊結果團結精神咧就快過佢啦，三幾個箭步帶咗頭嘅，亦都放得慢啦，全勝都醒噶啦，薛恩一路咬住佢跑，咁啊中間首飾大勝啦，入邊內側一拍即合嘅，咁啊中間大白鼻梁就奇妙星，後邊就至愛啦，走外搭就喜悦天空，入邊貼欄就玩具達人嘅，咁啊差唔多去到尾五六位置啊嗰只行星夢啊，走外搭就雲來福星，尾三位置咧就係嗰只招五萬九，後邊就樂盈盈啦，老實人啦，貼欄包尾就係進飛揚。步速相当慢啦，头两段47秒44都比标准慢足一秒嘅。以跑短途嚟讲都真系跑得几夸张噶。所以依家原来喺八九位嗰啲行星梦啊、挚爱啊、拉斯可以追翻咁多啦。虽然上唔到名，但系都已经跑得唔错啦。前面嗰三名就三只都暂慢冇速嘅，因为都真系跑得好交关啊。团结难得嗰只团结精神。早段冇馬頂，一俾佢殺到埋嚟，輕鬆帶咧，佢亦都真係有頭有尾嘅嚇。咁啊，全勝啊，都繼續捱翻個第二，咁啊，一百即刻入終點平少少挨出去。第八場福榜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派彩三搭四派158元，一搭三派113.5元，一搭四派45.5元。组合独赢三拣一，胜出嘅系 A 三其他冷门嘅派43.5元。四连环一号、三号、四号、十三号派266元。四重彩三号、四号、一号、十三号顺序派10,350元。第七号孖宝啦，头关一号，尾关三号派237元，头关一号，尾关四号安慰奖派19.5元。分离时间头段24秒18，第二段23秒26，末段22秒59，总时间1分10秒03。